Hello， 大家今天都好吗？我们来到了第六周的最后一天，那我们今天的组图的最后一个元素呢，也是一个简单好画的元素，就是在我们的图案的角落的这个图它其实原始的图形是心形，只是我把它做了一些变化。然后头上的这四颗可爱的球球呢，其实也是其他图案我借用过来的，所以元素是非常的多样的。那我们就来一起来认识这个 hard line 这个图要怎么画吧。那我今天会画两条线，然后分别跟大家介绍 hard line 跟叶子的是怎么画的。那我们先从它原始的图案的画法开始，那它既然顾名思义是 hard line 心形，所以呢，实际上它在画的时候呢，就是画爱心。那你的爱心呢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，象征着爱是一直传递下去的。然后一边画完之后，我们就把另外一边补起来。这个图非常的简单，它本身在我看的各种的插画的作品里面，这个图其实比较会是一幅画里面的装饰，比如说是线条的装饰啊，或者是像我们的那个 Trinity 的组图一样，它是其中一个部分的装饰。它自己比较少会成为画中的主角。那我们的爱心呢？你的里面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样式。那，我在官方看到最多的是点点，就点在里面，可能点个4点、5点。然后呢，另外一边呢，我们会用铅笔，稍微帮它外面的涂一下，沿着外缘。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最细的小的推纸笔，把它推上。好，这个是 hard line 的画法。那另外一个像叶子一样的画法呢，其实，逻辑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的画法的话呢，会是从它就是像画叶子一样，所以你的叶子其实是一点一点的生长，沿着这个叫什么茎吗？生长上去的。所以这个图其实也比较是装饰性质的。好，那我们叶子是有脉络的嘛，所以中间呢就会再加上它的脉络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个图，非常的简单吧，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easy，然后又是非常好装饰的一个图，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，那就期待接下来的明天跟后天两天大家的美丽的作品喽，那我们就第七周下礼拜再见，大家拜拜。